我们准备要带来我们最后一首曲子。好，不过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大的礼物还没有颁发，对不对？好，准备起手。这样子，这一题题目比较难，应该说蛮难的。不过呢，对男生来说，如果你当过兵的，应该就会比较简单一点这样。或甚至说你常常会去参加运动会的，你应该会比较知道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大奖的题目是管乐团最会吹的曲种，一种曲子叫做什么？它跟一种车子的型号是一样的。然后如果你当兵的时候，就会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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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种曲子呢，就是我们这个这样子的乐队最会吹的曲子，可以走路用的曲子。提示是跟一种汽车的型号是一样的，三个字。好，有人猜到了，好，你要说看吗？哇，好厉害哦！大家给他来点很大的掌声，因为这个从来没有说过。哎，请来前面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他没有说错哦，就是行进曲。哇，超厉害的！哎，自我介绍一下，你要讲一下你叫什么名字？吴静言。太厉害了，再给他一点热烈的掌声，这个真的很厉害哦。管乐团最会吹的曲就叫行进曲，好，这是为了要帮助大家走路的时候整齐，然后可以飞有精神的曲子。好，我们再来最后一首曲子呢，是一首进行曲的拼盘。然后我不用多说它有什么曲子，大家如果当过兵啊，或者是你有参加运动会啊，你就会觉得这个曲子非常熟。还有问一下，有没有人是海军退伍的？有没有海军的？啊，刚好都没有。有没有海军的？海军退伍的？好 ，OK， 里面有一首海军进去一辈子都会吹的曲，它叫《海军起锚》。好，我们来听听看这个进行曲组曲，谢谢。海军起锚，按下录了。Okay.